那个，就是维金娜站在器械旁边，是在为一个选手呢来做这个好像帮助来调整器械。这是德国的一位选手布鲁格曼。啊，他现在已经在高杠了，这是一个跳转360。我们香港打完转体540以后，前空翻抓杠。这是向后打完转体360以后，前面转体呈地杠倒立，弧形抓高杠。这是一个训。